迎收看《吃客李林》。我们今天又来追风了。通常吃客李林是挑都败，不过今天你看我们冷到实在是没办法，外套真的。我们今天就是就坐车啦，坐车追风。但是一样帮大家挖掘巷弄里面，不是隐藏版的美食，好不好？对，隐藏版的哦。然后它好像是不是在一个可以爬山啊什么什么步道的附近，所以我们要找一下。好像是快到，但因为这家我蛮有兴趣，是因为这家本来在制作人的口袋名单当中，然后还没排骨，然后我们这一次就是，哎，我看到了，是这个吗？应该是，因为写了客家面，客家面是吧？是这个吧？哎，对对对，登山步道旁边是登山步道，哎，好多人哦，哎哎，什么意思？米苔木寿丸，米粉寿丸，那卖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他说，请在此排队。雨天休息。那今天算雨天吗？不算。而且他早上八点半就开，因为很多人会来这边爬山。爬山，然后后面有一个，不要小看他，后面还有还有个棚子，还有个位置。而且重点是，对对对，那边还有位置。现在还有吗？哎，没有，剩一样而已。哎，剩什么？现在打工的是应该是还有的啦。哦哦哦，好，好好好。OK 啦。哇塞！好热门哦。对啊，一根洋葱哦，半条。我要干的。哎，这个全部都来了啦，小菜。对啊，让他们赶快收一收，下班了，全部来了，来。好好好。凉拌木耳豆干，好，就这样。豆丸汤两碗，好，就这样。他喜欢汤的，给他一个汤油面。没有汤油面，油面没有勾，只有阳春面而已。好，就这样，谢谢。香水柠檬可以啊，我没开啊。有这个吗？没有吧，好像没开。这个应该是瓶装的吧？有这个吗？有。好，那要两瓶。两瓶，谢谢。哎，我觉得这家很厉害，是它的营业时间是骗人的。他刚刚是写到三点半吗？没有啊，他中午就卖完了。现在不到一点就已经没了。对，就是网络上有说他们中午的时候就卖完了，而且尤其假日可能11点就没了。谢谢，哎呀，姐姐你来了。吃客林，为什么？因为吃客林都可以发现隐藏小吃啊，我自己超喜欢隐藏版的小吃的。我也是啊，对，而且这种是我最喜欢的。我们什么时候点了这么多？有啦，有有有，刚有，刚有吗？有，刚有，有。姐姐可以不可以再给我一碟辣椒啊？可以，直接辣椒就好了。它上面呢，这个我们点的干板条，然后上面撒了大量的芹菜啊，然后还有肉酱跟香菜。我要吃喽！我已经吃了。如何？板条。好吃，真的是在那种巷口啊、行啊来才可以吃到那种很细致的板条。嗯，我这个，但它跟我想象中味道不大一样，因为它虽然加了大量的肉燥，我原本以为它是属于那种味道比较重一点，对，其实它味道没有很重，然后再加上它也不是走那种大量油葱的路线，就是你讲的那种比较台式的干面，其实不太像客家的油葱系列这样，但是是好吃的。我先吃个这个咸猪肉好了，它咸猪肉比较特别，是不是烤的？是穿烫的。嗯，然后一定要沾那种蒜蓉。来啊，吃看看。怎样？史上最清淡的咸猪肉。哎，是不是因为你没加酱？有啊，我沾很多酱啊。它的路线是走那种真的。穿烫五花肉，但是真的是咸猪肉，但是味道比较淡，对，醋酸的那一种吧。嗯，来，我吃一下土鸡，因为这个也只剩下前半段而已。哎，真土鸡，那个肉好有嚼劲。嗯，这个真的很客家的味道，真的，真的，越来越客家笋丝，谢谢啊。嗯，油香油香的。我觉得这家真的，我们要收藏起来。贡丸汤啊！现在我们什么都没了，只剩下一种汤，就是贡丸汤。我要贡丸汤是什么意思？三颗贡丸，他把它切对半了。对。贡丸汤 OK。我很喜欢吃客家菜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们会放很多的新香料，对，芹菜、香菜什么的。我也是。想不想喝茶？我刚刚喝了柠檬香水柠檬，但你还没喝东西，对不对？来，台茶18号的珍藏红玉，我最爱的红玉红茶。好的，茶园就这么决定了。哎，老板娘，这个怎么去啊？
啊，用行的到不？可以，可以哦，用走的就可以到。那我们要不要去？去啊。好啊。喝杯茶。好好好。这里啊。沿着这个自助品名区。老板娘他们讲的最多的话就是我们卖完了哦，不好意思哦，卖完了哦，所以大家要早点到，因为我们现在大概12点左右他们就没了。好神秘哦。你好。哦，你好。好酷的地方哦！这是茶山社，茶山社是老板吗？对对对。怎么称呼？吴月湖，吴大哥。吴大哥，你好。谢谢谢谢，欢迎欢迎。你好你好。红玉红茶是什么？珍藏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它陈放两年。哦，已经陈放两年了。陈放两年。老茶。对。老茶厂业。对。但真的红茶是陈发酵茶。对。陈发酵茶它就可以陈放，就像哦，就可以越放越久，越放越值钱。对对对，哦，这样的金门高粱是很高，好有禅意哦。是您住的地方吗？对，我工作的地方，啊，也是我个人生活的地方。哇，这里很棒哎，很酷哎。这边2016年我进来之后，它完全只有个铁皮屋。你们看到的，你们看到这些木材，对，跟池塘一个一个搭建起来的。池塘也是你挖的，真假的？我请人挖的。哇，好厉害哦！那你珍藏的红茶是也是在哪边？是哪边产？哦，鱼池乡。哦，日月潭鱼池。台湾红茶有名的地方。这边这边。各位知道台湾最好茶是大家都认为乌龙，其实我认为是红茶。好。红玉是不是有分什么18号啊？这个编号是农委会它按照研发顺序编号出来的，所以说你们都知道一款茶叫做台茶8号。对，台茶8号你可能不清楚，它叫阿萨姆红茶。那后来变成珍珠奶茶，全世界的。所以说台茶8号。它是一个风行全世界的茶。那现在台茶18号，那中间有什么差别呢？台茶8号，因为它苦涩度稍微高一点，所以加糖加奶，变全世界的年轻人喝。可是18号呢，它是完全是一种纯饮。对，我们知道纯饮是最健康。它是台茶8号到18号，我个人认为是麻醉变凤凰。全世界喝茶人口最多的其实是红茶，对吗？你想 black tea， 全世界都知道。对，你想乌龙 tea， 什么这什么，大家不知道。你说包括什么印度啊，那边其实大家都喝那个土耳其也都是啊。对对对。胡大哥，我想喝茶嘞。喝茶。尹少，我觉得这次找我来这边跟胡大哥请教，我觉得非常棒，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喝红茶的。然后我刚才已经问了，红茶的黄金比例怎么泡？就是1:5，就一杯的茶叶兑5杯的水。而且胡大哥刚刚讲说，就是那个水啊，就是说你烧滚之后静置一下，大概85度到90度，然后泡2分钟就会很好喝。你看这个颜色好漂亮。它这一泡就是泡2分钟，刚刚好这样子。而且好香哦，泡之后我觉得哦好香哦。谢谢谢谢。你的味道，因为哇好好喝，好好喝，真的，我好喜欢哦。因为它经过2年陈放，所以说啊，底下有特殊的一种。我觉得应该是那个茶香的厚度更纯了，就是更厚一点。浓度表现对，也是好喝。色味没有那么重哎，光用闻的，我现在还没有喝，因为有时候喝红玉会觉得有一点点色味，在闻的时候就有感觉一点，但现在闻起来就觉得很柔和的感觉。对，这是台湾茶的骄傲。天哪，这好好喝。台茶18号，它将来一定是引领台湾茶叶，因为有中华。投资台茶18，才会有感觉。好喝，真的好喝。其实我来这边完全是个人兴趣。我们这茶可以冲，大概冲60-70都没有问题。它就是耐泡，啊，也是一至两分钟。为什么有一点点肉桂的味道？哎，很棒，它有肉桂香跟薄荷味。哦，薄荷。肉桂来自台湾的老山茶树。其实台茶18为什么会出名？主要是台湾茶叶大部分唐山过台湾的。带到台湾，没有本土性的茶，大家也认为说台湾没有老山茶树，其实现在近年发现台湾很多老山茶树，它是台湾老山茶树跟缅甸的大叶种结合而成，在1999年推出来，2005年因为受到大家欢迎，国际红茶专家都来这边，他把给他的名称叫台湾香，台湾香，对，它是台湾代表。天哪，喜欢红茶的朋友真的来找胡大哥聊一聊，会很开心。吃完面，然后我们刚才来泡茶解腻这样子。客家面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很棒，很棒，我很喜欢。
有，我们的兴趣来服务。谢谢胡大哥，谢谢。随摇随到，新功能独家优惠卡，让你吃到玩到买到 CP 值最高，还能整集重看挑名店好物哦！时尚玩家 APP 赶快下载哦！